为了传递爱与和平的精神，已经巡回了全球10个国家、13个城市的黄色小鸭，将要从9月19号开始进驻高雄。市府新闻局特别建制了黄色小鸭台湾首站的高雄官网，要让粉丝了解黄色小鸭的各项资讯，关心最新进度。由荷兰艺术家 Hoffman 设计，亚洲最大高达18公尺的黄色小鸭，今年中秋连续假期期间，9月19号到10月20号这段时间，将要在高雄市的光荣码头展出。黄色小鸭台湾首站高雄展官网即日起正式上线，要让更多人了解黄色小鸭在高雄展的消息。在专属网站中，除了提供展览介绍、交通资讯、观光旅游，还有周边商品、活动资讯等各项资讯内容之外，让民众可以从中认识创作者小鸭巡回事迹的足迹，了解这次的展览特色，也可以透过相关的影音记录，感受黄色小鸭所掀起的惊人魅力。